我太激动了。我一会儿就到。我一会儿就到。 我很期待。怎么了？小心。 小心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回头见。回头见。 我们走吧。对不起。那太棒了。 那太棒了。计划是什么？计划是什么？我累了。我累了。 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这太离谱了！这太离谱了！你是认真的？ 你是认真的？我很好，我很好。这太妙了，这太妙了。 你好吗？你好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很高兴见到你。 很高兴见到你。我可以帮你吗？我可以帮你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 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
多谢。 多谢。 我只是在开玩笑。 我只是在开玩笑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这是怎么回事？ 天气如何？ 天气如何？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 我们出去玩吧。 我们出去玩吧。 祝你有个好的一天。 祝你有个好的一天。 怎么样了？ 怎么样了？ 你怎么认为？ 你怎么认为？ 晚餐吃什么？ 晚餐吃什么？ 那很有意思。 那很有意思。 有什么好笑的？ 有什么好笑的？ 我不在乎。 我不在乎。 急什么？ 急什么？ 没问题。 没问题。 你是个天才。 你是个天才。 我玩得很开心。 我玩得很开心。 我很为你骄傲。 我很为你骄傲。 不客气。 不客气。 我不相信。 我不相信。 那真好笑。 那真好笑。 你去哪儿了？
你去哪儿了？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真令人失望。真令人失望。我印象深刻。我印象深刻。我无语了。我无语了。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这很奇怪。这很奇怪。我受不了了。我受不了了。你从哪来？你从哪来？一团糟。一团糟。我需要休息。我需要休息。我只是说。我只是说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感谢您的帮助。感谢您的帮助。好主意啊。好主意啊。谢谢你的邀请。谢谢你的邀请。感谢您的支持。感谢您的支持。我不确定。我不确定。我喜欢这个地方。我喜欢这个地方。你可以送我一程吗？你可以送我一程吗？你的家人怎么样？你的家人怎么样？我感觉不错。
我感觉不错。由你决定。由你决定。我们开始做吧。我们开始做吧。我洗耳恭听。我洗耳恭听。告诉我更多。告诉我更多。你能帮助我吗？你能帮助我吗？让我们一起努力吧。让我们一起努力吧。我太激动了。我太激动了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太糟糕了。这太糟糕了。我要迟到了。我要迟到了。我在这里等你。我在这里等你。我不明白。我不明白。一起去购物吧。一起去购物吧。轮到你了。轮到你了。我会在那里。我会在那里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什么？我准备走了。我准备走了。这是荒谬的。这是荒谬的。我正在路上。我正在路上。家人怎么样？家人怎么样？让我们开始吧。
让我们开始吧。我简直不敢相信。我简直不敢相信。我好累。我好累。我饿死了。我饿死了。你说的对。你说的对。说来话长。说来话长。让我想想。让我想想。出口在哪里？出口在哪里？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去喝一杯吧。我们去喝一杯吧。请好好照顾自己。请好好照顾自己。周末过得如何？周末过得如何？感谢一切。感谢一切。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怎么样？我过得很开心。我过得很开心。我们去野餐吧。我们去野餐吧。你今天有什么计划？你今天有什么计划？你能帮我关门吗？你能帮我关门吗？你能帮我一下吗？你能帮我一下吗？我马上回来。我马上回来。请给我一杯咖啡。
请给我一杯咖啡。让我们出去走走。让我们出去走走。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几点？你好呀。你好呀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什么是新的？什么是新的？这是一个秘密。这是一个秘密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爱你。我爱你。这是一个笑话。这是一个笑话。你在开玩笑吧？你在开玩笑吧？这是梦幻般的。这是梦幻般的。这是荒谬的。这是荒谬的。太棒了。太棒了。这是一个谜。这是一个谜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感觉很好。我感觉很好。这是一个问题。这是一个问题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天气怎么样？天气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
什么情况？情况很复杂。情况很复杂。这很让人佩服。这很让人佩服。判决是什么？判决是什么？工作怎么样？工作怎么样？这太不可思议了。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不喜欢辛辣的食物。我不喜欢辛辣的食物。我受够了。我受够了。我不喜欢那样。我不喜欢那样。时光飞逝。时光飞逝。我喜欢有你的陪伴。我喜欢有你的陪伴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这太荒谬了。这太荒谬了。邮局在哪里？邮局在哪里？我稍后再联系你。我稍后再联系你。我需要安静。我需要安静。我不喜欢惊喜。我不喜欢惊喜。行程怎么样？行程怎么样？你能保守秘密吗？你能保守秘密吗？秘密是什么？秘密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耻辱。这是一个耻辱。
洗手间在哪里？洗手间在哪里？我迷路了。我迷路了。我们去海滩吧。我们去海滩吧。这是一个传统。这是一个传统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你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？你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？我累极了。我累极了。我们来聊聊吧。我们来聊聊吧。你现在在哪里？你现在在哪里？很简单的。很简单的。你能拍张照片吗？你能拍张照片吗？我没有爱好。我没有爱好。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？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？你能帮我找到我的钥匙吗？你能帮我找到我的钥匙吗？我们去徒步旅行吧。我们去徒步旅行吧。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我们开车去兜风吧。我们开车去兜风吧。我需要一些帮助。我需要一些帮助。很高兴来到这里。很高兴来到这里。我需要剪头发。我需要剪头发。你有麻烦了。
你有麻烦了。这太令人恼火了。这太令人恼火了。这是漫长的一天。这是漫长的一天。真是一个惊喜。真是一个惊喜。你能把遥控器递给我吗？你能把遥控器递给我吗？你的借口是什么？你的借口是什么？这很有趣。这很有趣。这是一场噩梦。这是一场噩梦。你在开玩笑。你在开玩笑。你能给我指路吗？你能给我指路吗？是个好主意。是个好主意。你疯了。你疯了。我等不及了。我等不及了。那不是我的问题。那不是我的问题。可以推荐一部好电影吗？可以推荐一部好电影吗？你是最好的。你是最好的。我开始担心了。我开始担心了。这是美好的一天。这是美好的一天。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这是一种解脱。这是一种解脱。你一定在开玩笑。你一定在开玩笑。
我不喜欢人群。我不喜欢人群。我不喜欢寒冷。我不喜欢寒冷。我正在掌握窍门。我正在掌握窍门。最近怎么样？最近怎么样？别紧张。别紧张。你的健康状况如何？你的健康状况如何？我拿不定主意。我拿不定主意。我不喜欢昆虫。我不喜欢昆虫。这很不寻常。这很不寻常。你喜欢这首歌吗？你喜欢这首歌吗？最近的巴士站在哪里？最近的巴士站在哪里？请把糖递给我。请把糖递给我。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？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？我们去看一部电影。我们去看一部电影。最近的加油站在哪里？最近的加油站在哪里？最近的咖啡店在哪里？最近的咖啡店在哪里？我喜欢你的服装。我喜欢你的服装。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？你的爱好是什么？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我感觉不太舒服。我感觉不太舒服。我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我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那是个很好的观点。那是个很好的观点。世界多么小啊！世界多么小啊！你是一个很棒的人。你是一个很棒的人。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问题？我想不通。我想不通。我再也受不了了。我再也受不了了。请稍后给我打电话。请稍后给我打电话。你现在好一点了吗？你现在好一点了吗？我的荣幸。我的荣幸。能否请你再说一遍吗？能否请你再说一遍吗？你反应过度了。你反应过度了。我不喜欢下雨天。我不喜欢下雨天。这不关你的事。这不关你的事。这很令人困惑。这很令人困惑。你是一个好朋友。你是一个好朋友。你的新工作怎么样？你的新工作怎么样？你是一位出色的歌手。你是一位出色的歌手。我太高兴了。我太高兴了。我心情不好。我心情不好。最近的药店在哪里？最近的药店在哪里？
放松一下真是太好了。放松一下真是太好了。我受够了这个。我受够了这个。我需要一点时间思考。我需要一点时间思考。这是一个奇迹。这是一个奇迹。你能推荐一家餐馆吗？你能推荐一家餐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。我不喜欢这样。我喜欢你的幽默感。我喜欢你的幽默感。感谢您的建议。感谢您的建议。我不喜欢运动。我不喜欢运动。这很无聊。这很无聊。你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者。你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者。不用担心。不用担心。我很感激你的好意。我很感激你的好意。这是一个挑战。这是一个挑战。我有麻烦了。我有麻烦了。别提了。别提了。今天的菜单有什么？今天的菜单有什么？我无能为力。我无能为力。对不起，给您带来不便。对不起，给您带来不便。我搞砸了。我搞砸了。你是个好厨师。
你是个好厨师。真是巧合呀。真是巧合呀。这是一个惊喜。这是一个惊喜。我需要休假。我需要休假。你能递给我一张纸巾吗？你能递给我一张纸巾吗？我非常感谢这个机会。我非常感谢这个机会。请给我打电话。请给我打电话。我们去跑步吧。我们去跑步吧。我不是那个节目的粉丝。我不是那个节目的粉丝。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？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？美丽的景色。美丽的景色。这是一场灾难。这是一场灾难。你能留点零钱吗？你能留点零钱吗？那真是难以置信。那真是难以置信。我喜欢这首歌。我喜欢这首歌。WiFi 密码是多少？ WiFi 密码是多少？你是一个救星。你是一个救星。我只是好奇。我只是好奇。我不喜欢吃海鲜。我不喜欢吃海鲜。我开始明白了。我开始明白了。我感觉很快乐。我感觉很快乐。
我无法抗拒。我无法抗拒。我们离开这里吧。我们离开这里吧。真奇怪。真奇怪。请问可以给我账单吗？请问可以给我账单吗？可以把盐递过去吗？可以把盐递过去吗？你今天过得怎样？你今天过得怎样？你的旅行怎么样？你的旅行怎么样？那真是千钧一发。那真是千钧一发。我没有任何线索。我没有任何线索。我喜欢吃水果。我喜欢吃水果。我十八岁。我十八岁。我想吃面条。我想吃面条。我们明天见。我们明天见。请给我一本书。请给我一本书。我想吃晚饭。我想吃晚饭。他在图书馆学习。他在图书馆学习。这里有医院吗？这里有医院吗？你的朋友在哪里？你的朋友在哪里？我有一个妹妹。我有一个妹妹。你喜欢吃水果吗？你喜欢吃水果吗？这是我的家。这是我的家。
你有兄弟姐妹吗？你有兄弟姐妹吗？他是我的朋友。他是我的朋友。你几岁了？你几岁了？你想喝水吗？你想喝水吗？今天天气很好。今天天气很好。你的家人都很健康吗？你的家人都很健康吗？这是我的手机。这是我的手机。我想喝水。我想喝水。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你的狗很可爱。你的狗很可爱。他们都很健康。他们都很健康。我想喝茶。我想喝茶。你的猫很可爱。你的猫很可爱。我想坐出租车。我想坐出租车。你想吃饭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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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